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是慕尼，没有错，这部影片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招募1000订阅的 Q&A 啊。那你要怎么样问我问题呢？你只要在影片底下留言，问你想问的问题，那我会有机会抽到你。那拜托大家一次问一个问题就好。如果你要问很多问题，那你就多留言几次。我一次取一则留言，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这样。好，那这次的留言我们会抽几个问题呢？我会看我能力，我看留言到底有多少，那我再决定会抽几个。那抽奖的过程就是我自己来挑啦，也不是什么公开抽奖这样，所以我自己会挑，好不好？那你们问的问题，我不一定每个都有办法回到，因为我不会每个都回嘛。那我会挑我想回的，然后比较有帮助的。好。那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这次1000 Q&A 募集的规则啦。那这边撇开这些话题，我们来跟大家聊聊，就是关于最近直播影片，开始有被一些人看到了。那其实我是很开心的，我们的流量有稍微比较起来，然后直播人数有慢慢比较稳定一些，就是人数有变比较高一点，或者是怎样，不管。总之就是感谢你们在我开直播的时候，大家踊跃的过来啦。然后你们也很用心的，不管在游戏里面或者是直播里面，都是想要跟我聊天、问问题。非常感谢你们。你们的留言啊，你们的问题啊，我都是非常的喜欢的。那有时候我可能没办法回到你们，可能就是不小心漏掉了。那也请大家不要用那种持续在刷屏的方式，就是一直去洗留言这样。那你这样，你的问题我反而更不会去看。对，你可以过一阵子再打，不用说你打了这个留言，你就要我马上有办法及时回复你。因为说实在的，那个留言数如果一下很多的时候，真的会看不清楚，真的会看不清楚的。而且有时候我又要边钓鱼边回你们。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到，那我实在更是跟你们道歉啊。那也不是我愿意的、啊，我也是希望说每一则都可以看到。那基本上这部影片就先这样回好了，就是主要还是关键在募集啊，募集问题。那我也不知道这部影片底下会有多少问题，那你们要记得，就是一则留言就是一个问题，那不限次数。因为我自己会用程式去抽它，抽你们的留言，所以会抽到谁我不知道。那这个抽会不会公开？你们下次看到跟这部影片相关的，那就是1000 Q&A 了。就我不会再公开说哦，我抽到谁的留言这样。OK， 那基本上这部影片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样。那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。我是慕尼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